都是抓茶为主。啊，他拿了一个，就他了。我看你们抓茶的那个篓子啊，都像那个鱼篓子一样啊。啊啊，是的。嗯。他又不，他又不是鸟外扰了，他通风了。对对对。嗯。您贵姓啊？是姓夏还是姓李啊？我姓夏。姓夏啊。嗯，姓夏。这个村都是姓夏的为主啊。啊，以这姓李的为主。心里点多。你好，来旅游的，来玩一玩。还有长沙几个兄弟。嗯，对。您多？您高寿啊？多少岁呢？他九十多了。九十多了。跟你爷爷哪个啊？你嫁哪个啊？您九十岁呢？也嫁哪个啊？我不买茶，我就拍照。木大，你哪个人呐？你嫁呀？我是长沙。你长沙的？啊，长沙的，长沙的，九十多了啊，九十几岁啊，九三四，哎呦，这么高寿啊！哎，高寿哦，高寿。我有玩呐。啊。我没有事啊。没事，我随便看一看旅游，来玩一玩。玩旅游。嗯嗯。我领我一玩了。哎，对对对。没事。没事没事。没事。嗯，没事。没事，嗯。给他去哪户的？对对对。还有菜是白石啥？当时长沙有个，嗯，有几个兄弟，差不多在来白，广州白云兄弟开飞机的。哦。后来他来的，我不的不是在发了。哦，开飞机的。他在。哦，他儿子开飞机的。哎，在白云去。那就是。他要提高修，他那天有修提修工资的。他那天爱打牌。哦，爱打牌。他有喜欢做面纱。嗯。哎呀，可以到菜市过路玩。哦，对对对。我钓起面纱，叫他两个地方再过把新呀。哦，在这里待了过把新去啊。嗯。哎呀。他在那边，我的那边木的啊。哦。搿个年前的，那个两块空气好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这里确实是这样的。您这是这个天茶村的遗嘱啊。嗯。嗯，天茶村遗嘱。你先到那边，到山边去那边呢？我去了，天茶村，我到山上那个茶园都去了。你到哪园呢？对对对。哦。我昨天晚上过来的。哦，晚上在那边碰上的，不是你吧？哎，那个茶，就是我。哦哦哦。被车开了。嗯。碰上啊。哦，他碰上了。嗯，对对对。这个修了个大的地方呢，几十户啊。嗯。吃饭没有？还没有。